小娘，听到风声了吗？听到了，又要开始新的一年了。烟花、笑脸、高楼大厦。哥，你还记得鲁迅先生写的那句话吗？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，只要咱们坚定地向前走，就一定会有希望。那你说说，咱们还需要走多久？100年，够不够？那咱得提前准备好老花镜，恐怕到时候啊，连眼睛都给看花了。二先生，咱们到了。怎么这么快？这是到哪儿了？你们下车看看就知道了。是2022年的中国，属于咱中国人自己的中国。百年之后的中国，如今的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笑容随处可见，幸福无处不在。100年了，多少先烈为了走好这条路，把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这条路上。走下去，为了更多人的幸福，为了更美好的明天，要坚定地走下去。哥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感谢有你们开路，这盛世如你所愿。